为什么不说？我说什么呀？我的意思是，你为什么不告诉那个人，那个你喜欢的人？你是不是听不懂啊？啊？我不能说。就好像我现在有一颗糖，我觉得这颗糖特别特别好吃，如果我不吃它的话，我就会觉得我拥有全世界最好吃的那个糖。可是如果我吃了那颗糖，我发现那个糖是苦的，怎么办？谁会不喜欢吃糖啊？我也想吃糖啊，我也想要有人会喜欢我，我也想要下雨天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给我撑伞，我还想跟他说，六年了，我真的好喜欢他。宠爱的时想拥抱你的晚上，你细心把我收藏，让我不需要逞强，能分享彼此时光，共享一片月光，想与你多漫长就走多漫长。其实我就